紧盯台上表演，高雄市长陈其迈勤跑市政，但随着2026年逼近，陈其迈八年届满，谁来接棒引发关注。日前7.8立委林黛桦表态争取党内初选后，新科立委黄捷也被点名。前总统陈水扁广播预言黄捷渴望参选下届高雄市长，掀起话题。大家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的可能性，因为我也觉得我现在是新科立委，真的有非常多东西要学习。资深立委许志杰也不藏。公开活动急着表态，不排除往那个方向努力，可能再过一年之后再来做最后的决定吧。我们的机会比较大，那当然我们就会宣布参选。那如果是民意是别人机会比较大，我们也不见得要宣布参选。徐世杰现在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快上阿扁的节目，我保证他一定会告诉你2026你是非常有机会的，不管谁出来打，只是打法不一样而已，让他们自己先打一顿再说吧。相较于蓝营高雄市长人选只有柯志恩呼声最高，绿营群雄并起，谁是接班人？陈其迈话说的保守，高雄市就只有我不能选哈。那我相信每个都很优秀了，党内有党内的民主机制了。尽管距离2026还有两年时间，民进党高雄市长谁出现？从林黛桦、黄捷、许志杰到赖瑞龙，都已经磨刀霍霍。三立新闻李维婷到我们新闻小组台北高雄总报道。